这个防台风，那个车老板你看他车吹跑了，放到这个石头上，笑死掉了。这个台风可能有点厉害，这次向往的生活。哎呦，我实在搞不明白的，也没有下雨啊，我也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满水呢，真的是的，真的搞不明白。水有多大，就一个多小时我家地下室已经全部淹掉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水涨得很快啊！现在的话水库的水还没有放出来，如果水库水放出来的话呢，这边的房子都不能再住了啊。全部裂开。我去恐龙扛狼村。什么？哪个村？恐龙扛狼村。干什么位置啊？恐龙扛狼村你没听过吗？我没 K， 不溜不溜，恐龙。不行，要得拿进来呀、啊。老家不敢出去、啊。你该有的走啊。
在这里待了两年，终于可以去水头去熬姜撩妹子。你们不要太想我，我不回来了，冰箱我带走了，卡拉 ，OK， 我带走了，零食也没。哇塞！哇！哇，空调好可惜啊，空调。狗狗它去捞了。这个位了，这个人，这个人都不敢走。你让他不敢走，这个坐着轮胎走，拿着扫把。